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维格游学的维格相，今天要来好好介绍菲律宾的宿务机场。从桃园机场出发到登机这部分，对大多数人来说基本没有什么难度，但到了菲律宾这里，很多指示甚至问人都需要英文沟通，大家应该很困扰这一点吧。贴心的维格相帮大家记录了这个路程，从下飞机到出海关这边详细的解说，就让我们跟着镜头看下去。今天我们是搭长龙航空，早上就抵达了宿务新机场，只要跟着人群走就可以了，因为路只有一条。一路跟着 arrival 字眼走，沿路都有指标，不用担心迷路。这有厕所可以上一下，等等需要排队入境。Passport Control 在入境前旁边还有桌子，可以填写入境单或海关检查表，拿着你的护照、签证资料、入境单、回程机票。接下来就是准备入境检查，如果有未满15岁小朋友，需要额外准备相关文件。在等待出境的时候，可以使用机场免费 WiFi。告诉你的家人已经安全抵达菲律宾，通过海关后，我们就需要下楼咯。走下楼梯就可以看到行李大厅，根据萤幕来找寻你的行李在哪个转盘上。接下来就是通过海关检查，拿着你的海关卡，如果需要检查通报，就要走 Red Channel。如果不需要检查，就走 Green Channel。在寻找接机人员前，可以在这边进行换汇。通常机场的汇率会比较差，这边1美元可以换49.35 peso。我当天在外面换是1块钱美金换53块 peso。机场就是图个方便，不能说不好。往旁边走就可以到接机的地方了。这边有许多人高举着学校或饭店的牌子，后面还有电信业者帮你服务。维格的学生在台湾，我们就准备好你的信卡和储值卡，让你不用担心。以上就是今天的接机教学，如果有任何疑问，赶快联系你的维格顾问哦。